你不是常跟人家说你是猫吗？那你想学习怎么当一只猫吗？怎么可能？是我有认识很多猫朋友，我可以请他们教你。慢慢在睡觉，不要吵他。那走吧。我们今天来到拉姆家，我们请咪咕教你怎么当猫。嗨，妹妹你好，我是你的猫师傅。要学会当猫，首先第一步，看我后面，就是要会这个。来，我示范给你看，先跳上来，然后找这个，最后跳上去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好吧，毕竟你身体还是狗，那下一个会比较简单。听说你还是不能当猫哦。我有个好东西让你暂时变猫哦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影片结束了，拉姆的频道也有跟奈奈合作的影片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那你想学习怎么当一只猫吗？